有大几十棵，但是也没有黄。远处有一片很黄很黄的，也去看一下。爬上这个山头，然后下面就是个窝窝，周围都是红柳、胡杨。如果在下面驻车的话，也会很舒服。远处已经一片胡杨已经很黄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找一下，看是否有入口。这是我的车第一次现车，我还蛮兴奋的。再起步的话，他就刨坑了。再加上没放气，他没放气。行驶是没问题的，行驶只要打的那个沙地模式就可以。起步，他这是个上坡，你的车陷得神险，你看女司机刨坑刨得神险。几年了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哎，数字呢？垫到前面去。其实挂四驱就轻而易举出来了。开始我也挂个四驱呢。开始没挂四驱，你挂四驱试一试看。要放气不了？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放气。这是我的车第一次现车，在沙漠里面。主要是个上坡，没有注意，但是应该退就好。我说没有挂第四，轮胎气也没有放。等下用第四应该就直接出得去，去试试第四了。